这只小比熊呢，已经被北京的宝妈订走了哈。宝妈是一周之前订的，因为它上一周在国外新加坡不方便接狗，正好这两天回国了，可以安排发货了。看一下这只的品质哈，大眼睛小鼻头，还吐着小舌头呢，超可爱。而且它的嘴巴也超短哈，看一下侧面几乎是平的，后面的毛量也超好哈，像个小毛团一样。宝妈说就喜欢这个体型小的。 哎呀，还在笑呢，太可爱了哈！你是知道自己去新疆了吗，宝贝？顺风车已经在路上了哈，咱们现在给他打包一下，还特意给他带了一个水壶、一包狗粮、一个狗碗，还有一秒杯，进去吧，宝贝！还在笑呢，顺风车已经到了，咱们现在把他送到车上。还在笑呢，宝贝，好了，出发去新疆了哈，宝贝，拜拜了。